阿穗，爸爸跟妈妈睡。我想要跟爸爸睡。为什么？那有没有人要跟妈妈睡啊？哇！我想跟爸爸睡。啊？谁要跟我睡？我要跟爸爸。哎，不可以用。那谁要跟我睡啊？我要跟爸爸睡。不能打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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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。不能打哥哥。对，不能打哥哥。其他人欺负你就可以打。还打妈妈？什么东西？爸爸还打妈妈来了。那你要跟我睡吗？不要跟爸爸睡。跟妈妈不行吗？我要跟爸爸睡。那我嘞？我怎么办呢？妈妈怎么办呢？爸爸去陪妈妈睡。妈妈怎么办？你说。陪妈妈睡。哥哥陪妈妈睡哦。那，好，这样子，剪刀石头布输的去跟妈妈睡。剪刀石头布。没有，两处一样的。剪刀石头布。哇，你输了。那你明天跟我睡好不好？哦，我不要。很伤心。啊！不要，我不要。你也不要。我要跟爸爸睡。我要跟爸爸睡。不行，我要跟爸爸睡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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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吵死人了！跟爸爸睡，我要跟爸爸呀。好，瑞瑞，明天下午爸爸跟你睡，好不好？我要跟爸爸。我明天下午跟你睡啊。你现在先陪妈妈，你替爸爸陪妈妈，好不好？不要。你替爸爸陪妈妈睡啊！我明天下午，明天早上起来我再陪你睡。我不要跟妈妈睡。啊。我要跟妈妈说。哎，你为什么这样子？我不是说不可以打哥哥，那我不要跟你说。你去跟妈妈。啊。你打别人，为什么是你受伤？对啊，你打哥哥。耳朵，他脚，他裤子，他头，他肚子。好，那跟妈妈说。